可爱有什么用啊？该先再来一次生灵之门，召唤个能打的。生灵之门很耗费灵力的，哪有那么快恢复？怎么，难道你顶不住了？切，小爷有的是药，后也能耗四星的红蓝符。啊！ 林红，我还有一招秘技。团长看到烟花。 就会赶来救我们了！都怪你，本来还能撑一会儿的，这下死定了！嘿。 彩儿，佛头，来比比谁杀的多，如何？ 团长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四阶红蓝魔，全身都能入药。你没受伤吧？多亏灵犀的信号，大家才能这么快汇合。小祖宗啊，别动气了，给我留点儿。 我们现在应该就在御魔山脉中，一路向北就能到达驱魔关，准备出发吧。情况如何，林大人？目前各小队表现良好。但不可大意，此处极有可能潜伏强大魔族。是人类独有的香味儿，馋死我了！那股气息是六阶巅峰金文双刀魔灵主。没想到在御魔山脉竟然有六阶魔族存在。可恶，六阶巅峰和五阶的差距，不是数量可以弥补的。 是六阶魔族，我们能做的只有逃跑。
其他团都溜了，咱们也快走吧。今天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鲜肉啊？先吃哪一批好呢？不错，就从你们开始吧。走，被盯上了。圣光七尊，远程组拉开距离，黄金战组给我上，治疗师注意治疗。我下手可是很讲分寸的，他们死了，肉可就不香了。闭嘴！啊！啊！痛啊！心脏差点就被刺穿了呢，看来是我太仁慈了，受死吧！不好，有情况！无论如何，我都会留下你的眼睛，好让你看着我怎么吃掉你的队友。必须把他引开。三叔，小心，他很强。又发现几只蝼蚁，你们都得死！神域格挡。这是什么技能？居然能碰触我的道！这两个小鬼怎么回事？一个有几乎六阶的防御，一个有几乎六阶的攻击。他的胸口有我留下的伤痕，攻击那里。大家一起上，把他就地斩杀！你伤得很重，就在这里休息吧。拜托了，这次让我抽个厉害点的。六级金刚巨熊，新领域又一个五阶战力。熊熊山，趁他伤，要他命！这就是药了，人人都抢了想关。可恶！我就被他威逼到了这种境地，死了吧！岛屿猎杀斩！苏轩，六级巅峰的全力一击，走了。等等，大人，我们不去帮忙吗？有一号团在，先观察一下再说。啊！
这么多年了，这小子还是一点没变。那就看看他有没有保护大小姐的能力。大家没事吧？他还伤不了我。团长放心，好的很。一个都没能干掉，怎么可能？走了，伤势加重了。拦下他！我有允许你逃跑吗？裂空豹！给我看！就是现在，彩儿！站住！真是个让人意外的小子，天赋居然不输小姐。当年是我看走眼了。哦，太牛了！团长和彩儿姑娘的合金竟然斩杀了六阶巅峰。哦，圆圆姐也帅呆了。看来他已经初步掌握巨灵神之盾了。等本大爷晋升五阶，还要再痛快的和六阶魔族大战一场。龙兄，谢了。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段翼的地方，尽管说。若不是段兄给金文双刀魔留下的伤口，这一战肯定会更艰难。我得回去照看三团，龙兄，咱们去魔关，再见。我们也出发吧。这场拉练赛的意义，在于让他们知道何为合作，何为信赖，何为依靠。用自己的脚走完最后一段路，然后迎接血与火的洗礼，成为真正的猎魔团。哪怕面对一场持续千年的残酷战争，也能用他们的双脚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啊，去魔关还有那么远啊。啊，真可惜啊，距离拉练赛结束还有一个小时。到时候赶不到驱魔关的话，可就要原地解散了哟。什么？鉴于你们杀了一只六阶魔族，所以额外给你们一个福利，带你们去驱魔关，顺便拿好你们拉练赛第一名的奖励，每人100功勋。漂亮吧？今天那逼小子就到了，给老坑混了！哎，看，新进的猎魔团来了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这批娃子成色如何？